咱们说这个鸡公上的这个索道，你有尝试过在试吗？没有，就喝喝茶了。欢迎来到北纬三十度，走吧，走，姐姐签好不好？好啊，姐姐，这是什么？照相机是不是？嗯，你好帅哟，泡泡。哎，你。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鸡公山索道，鸡公山索道那边看看，在那边，对，就这边，我们去看看。它这台阶修得也蛮好玩，都木头的，什么木？有点像乌木。你这个都认得出来？腾腾腾腾，你快看！哎，这不到了。对，这个就是咱们说这个鸡公山的这个索道。哇，这箱子很漂亮哈。相似的就应该会安全很多吧？对对，而且它里面好像你看，一二，里面只能坐两个人，应该会比较安全一些。但是其实我个人呢，比较喜欢那种秋千式的，就这个手和脚啊都可以放到外面，然后可以更充分的感受大自然。可是听说啊，这个鸡公山索道它这个就比较有起伏，所以我觉得坐这种相似的应该会比较安全啊。好吧，我们赶快去吧。对，咱们赶紧去体验一下，走。大家看，我们要站这样的红地毯上，然后一边一个上那个叫什么？索道，我走，好吓人，还好，把小蜜蜂关外面了。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是怎么个神秘法呢？对啊，你看上面有说这个四大文明古国的发源地在这一条纬度上面，还是佛教圣地，没错，而且特别神奇哈，你看这些让大家就觉得这个千年难解之谜，什么百慕大三角区啊，还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沉默的大西洲啊，都在这一条纬度线上，还有已经消失的玛雅文化啊，好神奇啊，咱们去看一看，去看看吧，走，走。因为它这个树怎么长痘了？长青春痘了，有没有？可以在里面去拍张照。啊，是吗？是的，是的。不爬，太。这个藤缠树的这种原始景观哈，特别的神奇。世上只有藤缠树，哪有树缠藤？哇，太不爱护了。应该不会断吧？会不会断呢？不要太用力就不会断。哦，我好用力啊！哇，碰头，耶！碰财啊、哦，碰财！三十度的瞭望台了，咱们过去看看。哇，像个塔似的，而且全是木质结构的。二三，起来吧。欢迎来到北纬三十度，走吧，走。
晶晶啊，据说呢，在这个北纬30度的地方啊，经常会发现一些神秘的事情，比如说地震呐、穿越啊、失踪啊。哎，晶晶，晶晶，晶晶，我在这儿拍会呢。哎，把我吓死了！赶紧，哪有那么多神秘的事情啊？吓死我了！哪有那么多神秘的事情？太阳打了一点灯了。喜欢这里，好开阔呀！哇，好漂亮啊！走了，我们快去。糖糖，有没有尝试过在山没有就第一次喝茶？哎，这是什么绿茶哈？嗯，好漂亮的颜色。嗯，特别清。哇，在这个绿山之间喝喝绿茶，是一件多么爽的事！然后有美女相伴。是不是有一种得道升天、气定神闲的感觉？对呀、啊，好爽啊！吹吹清风，喝喝绿茶，感觉哎，周围都没有人是吧？有人。对呀。来，姐姐签好不好？好，阿姨签好不好？姐姐，走，Hello, 小帅哥，走，往那边走，那我签一下，小心哦。走，怕不怕呀？嗯，不怕。你看那是什么？那树是不是？照相机是不是？嗯，好不好？哎呦，怕不怕？晃哈、哦，中间有点晃哈、哦，是不是？怕不怕高啊？来摆个 pose， 耶！耶、yeah, ，过来啦！ Yeah. 会不会我穿不了啊？这个。应该可以穿的，这样套上吗？对，头这么小，对，是啊，头好小、哦，就这个吧，带头饰的，漂亮。今天好热，那我选这个喽。特别胖，好，把头饰这当来，来你自己把它绷一下，后面绷一下，后面怎么对？哦，好。刘海，不要刘海，不要在前面，我记得最后一个。哇，好漂亮啊！哇，好漂亮、啊。如果他做事的话就不这样穿、哦，如果有的时候啊，还可以这样穿的。这过节的时候他过节的。哇，哇，都好好看，你的心。这是咱们恩施当地产的土豆吗？这个怎么卖的呢？多少钱？5块。5块钱一碗。来一份试试。来一份给我们试试。要不要放辣椒？要不要辣椒？少辣吧，少一点辣椒。啊，这刚给了醋。这当地就特有的这个煎土豆的吃法吗？哎，这边就是这个特产。这可以当主食。我看有很多说这种土豆也是卖这种恩施土豆，尝一下味道是怎么样。你这旁边这种呢？这是粽子，这是粽子，这是差不多的，有什么不一样？粽子好像挺贵的。
是玉米做的吗？那个是糯米做的。那要尝一下这个。五块钱我也得吃。老板理一下我。你要尝一下。看看，这个好像黄菜饭的呀。这里面这个黄的是什么呀？那是玉米。玉米和糯米。好吃吗？里面玉米和糯米包在一块儿，但是如果里面没有加这个玉米的话，我觉得很像粽子。尝一下。看它。它那种清香味，烫烫的，好好吃，好好吃。为什么被烫烤出来之后都被烫烤出来之后糯米的清香也出来了？那玉米是甜的，玉米是甜的，没有加糖吗？甜玉米做的，它就是甜的。没有加糖吗？怎么那么原汁原味的？好好吃，我觉得都更好吃。已经取代了粽子在我心中的地位。我们再拿一个，我们再买一个。帮我挑一个，帮我包一个吧，谢谢。这是我们中午晚上要吃饭的粽子，好香啊！好甜呐！真的怀疑他放了糖，但他上没有。好热呀！那其实今天咱们也玩了一天，然后也休息好了，可是还是觉得差点什么，对不对？是的，没有吃到好吃的，心里其实很不甘心哈。对，那其实今天我们非常也非常高兴，请到了咱们的杜大厨，为咱们为咱们介绍这个恩施当地特别丰盛的这些美食，哇！杜大厨，赶紧跟咱们介绍介绍，咱们已经 hold 不住了。咱们先说这个。它这个做法应该是一种什么的呢？是野猪。野猪啊。但是他把那个素的那一块呢，他也用刀啊，用这个刀工把它片掉了。对。是吧？但是那个皮，你看，它没有脂肪。还连在上面。不，它这一层就是素的，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呢？典型就是野猪。野猪肉。它野猪不长膘。但其实我觉得这看起来，对，它看起来很像那个牛肉，因为牛肉带皮的时候，它也是没有脂肪连在一块的。对。这个野猪肉就是咱们这个当地平坝营这个地方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菜式。对，有点这个想尝一下。尝，可以。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这个绝对是美容的。美容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肥肉。腻哦。不，它有皮。很嫩，很嫩。很嫩的，这个是瘦肉，你吃一个。而且它那个。你最好的，你说女孩子吃啊，你想吃这个是最好的，告诉你，它不是让你长胖，它你胖不了的。就胶原蛋白。对。而且聪明。那个瘦肉上面。壮的啊，我尝尝这个。对，它没脂肪的。对，而且它那个外面那个皮真的就入口即化那种感觉，就它这个，你说它没有，确实不腻，不是，是吧？这个是它是什么呢？它这个应该是它是做的是应该是头头片的，你看脆脆的像薯片似的，就像薯片，你尝尝，它放了一点孜然的，这种呢是当地的土豆，当地就是马尔可，马尔可。跟咱们武汉的土豆有什么不一样？跟我们武汉土豆不一样的，很不一样。我们武汉土豆，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我们很面，就是很粉，他的土豆不粉。带土豆回家，带到武汉，从这里特产，就像去山东要带萝卜一样。对。是新娘的，就要去新娘，快点嫁人。剩下我们喝了第十杯茶了，要茶好我们就忍不住了。热个梦，觉得有点干，不好意思。好，干嘛？没见我跟乔合影啊？没有人叫我董大叔，我妈不是猴子。我爸爸呢？你爸爸，我爸爸。此时我心中涌动出了一首歌，特别想唱给大山里的朋友听。什么歌啊？大山里的朋友。现在收看的是《我是歌手》，我是你。等一下，好煞风景。